打了第一盘是三个月没打球，太累了。刚才5-1大好领先形势下被逆转了。我们这盘打球是6个球一局的，谁先到6谁就赢。现在心脏蹦蹦跳，顶多再维持一盘的这么一个频率。好了，Two thousand years later， 最后一盘来跟他拼了。 他俩对一对，我太难了。哎，那个是哇！哎呀，又一次落寞的走进了赛场，这6-2。 这人输了1败涂地，体力完全，到点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拜拜。